上好，欢迎收看 V 家最新节目《楼宇快讯》，湾区全新的楼宇资讯笋盘特价，你最先知。今日快讯：9月27日，红河大桥延长线河港高速一期全线通车，连接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，开通航空新城落桥点，最快5分钟即可到达我哋嘅金湾宝龙城、融创云水观塘等楼盘，进一步加快航空新城 B 片区嘅发展。航空新城 B 片区的笋盘金湾宝龙城亦即将推出细面积的住宅，最小单位67平，两房两厅一卫。最新推出的是 D2 栋纯南向的板楼设计，三梯六户，中间四户是67平，左边是68平的两房，右边是83平的三房。现在的均价是22000大精装，总价不到150万即可入住我们的金湾航空新城。以上就是今日快讯的全部内容，下期见。